今天就有空，没有吧？这个活动是很久以前就谈好的，然后一直都还蛮喜欢 miu miu 这种，就是女生的部分很精致又很可爱时尚的感觉。对，最近好像还蛮忙的，就是我好像在美国帮老公打理家的事业的。没有，我只是就是去陪伴一下这样。对，我其实也帮不上什么忙了。这样两边相互还。这是他们的最新设计啊！我看见秋冬就春夏也长袖，还蛮常见的啊，薄纱。建议就是其实面目这个品牌它，可以有很多种面貌，对它的服装，就像女人可以有很多种面貌一样。那多种面貌可以在同时在一个女生的身上看到，比如说。可爱纯真的女孩的样子，或者是精明干练的职场女性，或者是浪漫柔美的，很女神的感觉也都可以有。所以我觉得这是，这个品牌可以让大家看到的很多的部分。对，谢谢。应该年底会开始一部电影，对，悬疑。Yeah.